雪王怡君台北报道，珠宝艺术家 ANNAHU 与台中地宝合作打造传承之美艺术响应界，为今年即将发表的珠宝交响诗第二部曲 Opus 二揭开序幕。首度曝光的英菲蝴蝶胸针以 Anihu 的中文名亦非命名，应代表入芳草如茵的绿色，菲则是一股清新的芬芳。Anihu 特别找来阿尔和土库曼斯坦展的手工雕刻绿松石，搭配 3.5 克拉黄钻，镶嵌于钛金属上，打造宛如天飞过绿草地的蝴蝶。另一年度新品大地蝴蝶戒指也吸引 VIP 注意，以五颗澳洲天然珍稀黑蛋白石，像指 Anihu 想象飞航中观望地球看见的七彩光芒，和储备多芬的快乐送给于正向能量。更特别的是 ANNAHU 花了近半年的时间研究特别活动结构，让指尖上的蝴蝶可随住手指的弯曲伸展而飞舞，凸显高超的工艺与创新的想象力。模特而展演 ANNAHU 英菲蝴蝶胸针与大地蝴蝶戒指， Anihu 提供 Anihu 年度大作英菲蝴蝶胸针， Anihu 提供 Anihu 大地蝴蝶戒指， Anihu 提供